近视的。那个桥超过。你为什么一直乱走？你为什么一直乱走？你不会等我？这棵树也这么多人在这，挺厉害的啊！应该是说迷路在这里骑着车。哎，真的有声音！我要说，调皮捣蛋。真的很调皮，所有人都很认真，超高，你跳太高，吓到人。跳低一点呐、啊！你要表白这么，赶快走，丢脸。妈妈，跟他说，很不好意思，不知道怎么回我，是不是跑掉了？你要再去玩一次吗？啊，再去掂一下吗？对啊，妈，你就整个录起来，人家说，女人这么厉害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去掂一下啊，然后说，哎，我还会大声喊啊，对他喊哦，你要对我喊，我也接受、啊，我接受你的表白。快快快 ，OK， 你干嘛？走去哪里走？我掂一下，就没了。我不敢大声喊这种东西。好，那你去掂一下，你看你要不要喊，随便你哦，快哦。他说不敢讲，他说要跟你再亲一下。所以现在是怎样？现在是拍照状态。那你这样拍不到后面那个。对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下来看，你拍到上面东西吗？哦，对，就这样。好。对。